yes, I remember. I remember when we caught a shooting star. Yes, I remember. I remember all the things that we shared and the promise we made, just you and I. I remember. Hello, 大家好，然后我今天就是点了肯德基。点了两个蛋挞，一个红豆派，一个香辣鸡腿堡，两块笋纸，还有两块那个香辣鸡翅，然后买了一盒草莓。然后我现在下课有点迟了，我有点饿了，然后我就直接开始吃了。鸡腿堡。先喝口水吧。这边还有一份土豆泥，我先吃了。加个草莓，他这块笋子给我的鸡腿，我觉得，哎呀，哎呀，他肉好少啊，不多。这鸡腿肉应该没有三角的肉比较，没有三角的肉嫩。
我上次吃笋子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两筷子那个什么，跟土豆泥一起吃的，就那个会员那个。本来今天点那个肯德基，我是想尝试一下那个之前那个新品，就那个避风塘炸鸡，还有那个榴莲蛋挞。可是那边显示售罄了，所以就没有买。本来还想买那个五一桶，可是那个五一桶里面有两个汉堡，有4块笋子。笋子我虽然喜欢吃，但是它真的有一点咸，我觉得吃两块就差不多了。我之前那个直播的时候，就是买了那个全家桶嘛，那个里面好像有5块还是6块笋子，我给老包留了一块，就吃了4、5块，就感觉还蛮腻的，然后又都是鸡翅。上次直播没有录下来，有点可惜。吃个香辣鸡翅，还有就是那个微博上说，他那个肯德基5月份他要重新推出那个嫩牛五方，你们有喜欢吃的吗？我觉得真的是很遥远的事情，就那个时候还习惯捡那些东西，就是去肯德基那个优惠券那个，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今天可能点的不够吃。软骨，对焦了吗？吃个红豆派，肯德基红豆派还是蛮好吃的，我觉得。我觉得之前出的那个石榴派没有红豆派好吃，可能我不大喜欢吃酸酸的那一种，就比较喜欢吃甜甜的。大家没吃饱就去超市买根冰淇淋吃吧。
我每天都要喝超级多的水。送水大叔没有来，我就买了一桶水。这个草莓，我这个草莓买了8块钱，老包说我这个买来太贵了，现在草莓应该是挺便宜的。我自己很少买这些水果，就是一般买苹果啊、买香蕉啊、买梨啊，买的比较多。你借这个鸡吃，今天吃的好快啊。你看，最近好像什么肯德基那个什么套餐送皮卡丘那个挺热门的。那个是儿童套餐吗？感觉室友没有，都没在，没人回应我，我也挺尴尬的。室友在我说话，我也挺尴尬的。给你们讲个笑话吧，就是之前有一期，说话元素，然后这个草莓有点坏掉了。说话元素，然后吃饭加速的一个版本里面，我就是放了那个驴得水的那个主题曲我要你，然后我不是一般都会把那个背景音乐写在那个简介上吗，然后大家有时候还是就是没有注意到，然后那一次就是有人在弹幕里问说 BGM 是什么，然后就一个神回答，你猜，他说 BGM 驴打滚主题曲。那个时候我看到我真的笑炸了，真的应该不是开玩笑的吧，超级逗的，果然是看吃播的，驴打滚，你再名叫驴得水好不好？我觉得驴得水是我看过去年应该是最好看的国产电影，但我没有去电影院看。我去电影院除了看了那个湄公河，其他的基本上都是烂片。把这块吮指给吃掉。好了，三角就是不一样，它一咬进去里面汁水都很足，刚才那个干巴巴的，这边真的，哎，
就是有一点咸。里面的油水。这块肉太嫩了，太嫩了。想吃蛋挞，蛋挞的话，我觉得肯德基的蛋挞真的是超级好吃，我真的可以吃，就算吃完饭，我觉得我自己还可以吃一整盒的那一种。他之前出过的那个紫薯蛋挞，还有那个是里面有那种珍珠一样那种球的蛋挞，我觉得都还是原味蛋挞比较好吃。我都忘记问了，你们最喜欢吃肯德基里面的什么东西？我还是选择蛋挞吧，因为我觉得肯德基蛋挞真的太好吃了。我第一次吃肯德基应该是小学，应该是可能是小学一二年级吧，反正就很小的时候，我爸妈去上海出差，然后可能就给我带回来了一点肯德基，可能是香辣鸡翅，应该是香辣鸡翅，反正当时都冷得不要不要的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好吃，因为它很香。吃土豆泥吧。以前很早的时候，全家桶里面有土豆泥吗？我记忆中的全家桶就是吮指原味鸡，超级多超级多。然后就是以前的话，就是有那个玉米棒嘛。玉米棒，我那个时候也不喜欢吃那个玉米棒，我觉得它那个玉米棒太甜了，然后就是太水分太多了，我喜欢那种干一点，但现在我觉得那个玉米棒很好吃。
以前还有那种小餐包，好像也没人吃的，就是没有什么味道的。还有那种玉米棒，就是会卡在牙齿缝里面，就有点尴尬。我室友就是五一回家还去拔牙齿，因为他最近长了智齿。但是我长智齿的时候是初中的时候，就4颗智齿都长齿，那个时候牙都没有掉光，他就全部都长齿了。应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子吧？对吧？来一口，好恶心啊！被我弄的。我也想去拔智齿。我那个时候，那个长智齿的时候，我根本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啊，我以为它就是长牙而已。但是它长出来，它就是太利了，然后就把我口腔那边的肉就是搞得不平整，你知不知道？然后那个时候还蛮痛苦的，然后我又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因为大家好像都没有长。就是之前有一次那个王姐的话题就是。你为吃做过什么事情？就是类似这样子，我也不知道整句的表述是怎样的。然后我那天无意中刷到了这个话题嘛，我就看了一下热门的几条，比如说什么，吃核桃把自己家门给，哎，对焦了吗？吃核桃把自己家的门给弄坏掉了，我就记得一个。我是吃东西牙齿掉过2次，都是在初中的时候。我想打嗝，嗝不出来。一次是那个小卖部5角钱一包的那种，小时候那种五颜六色的那种小，很小颗很小颗很小颗，然后外面有那个白砂糖的那个糖。就那个时候就是比较豪气嘛，然后就是一颗一颗吃，真的是很烦，然后就可能倒了半包在嘴里吧，然后就直接可能咬了，然后咬着咬着，突然感觉好像嘴巴里有一个比那个糖还要大很多的东西，结果是牙齿掉了，还有一股血腥味在，然后就马上吐掉了，那个时候就是那种。初中每个班级里面都有的那种，就是很大很大的那种蓝色垃圾桶，但我没有吐在自己班级里面，是吐在外面了，然后拼命的去漱口。还有一次，可能是还有一次，我是不大记得是吃那种比较黏的糖，可能是吃那种乳牛的那种很黏的糖吧，就是把牙齿黏掉了。它本来牙齿就快不行了，但就是摇摇动的那种。然后我又不敢，就是让我妈给我搞。然后就放任它，它反正到了一定时候，它会自己掉的了。来吃个蛋挞。
有两颗草莓，今天吃的蛮快的，7:19。乳牛的那个牛奶糖真的好好吃，还有就是在超市还有跟它一起放的那个，就是那个巧克力味的那个奶糖也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我以前小学的时候，就是我以前小学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爸送我上学的嘛，然后有一次他出差了，然后就给了我一些钱，然后让我自己去买早饭，然后自己去学校，然后我可能买了根油条之类的吧，反正就是还剩了五角钱，然后我就拿那个五角钱去买了五颗那个乳牛的那个牛奶糖。但是呢，我们学校呢，就是那个小学嘛，它是不能，就是校门口要查你的那个书包，看你有没有带零食啊或者是什么东西进学校。然后我就那个时候也胆子也比较小嘛，然后我就买了五颗，然后路上吃了两颗，还剩了三颗，但我又不想浪费掉，然后我就是把它放在那个路边那个花坛的旁边，你懂吗？就是不会车子不会开过去，它就是凸起来，然后这里一棵树就是花坛，然后你就把它给放上去，然后就把它放上去了三颗，这就是在不同的位置。然后那天放学之后，然后我回家的时候，我就把那个三颗又重新捡起来，然后吃了。我跟我室友说这件事情，他们都笑我，他们都不能理解我。但是我觉得它本来就是独立包装，又没有关系，对吧？吃饱了，然后就这样，拜拜。阿朱。